崩してまで攻略できず、我々国に到底恥だ。歩兵、もう一度、橋の軍、攻撃しろ。中佐、弾薬はもう底をついています。何？そこまで追い詰められるとは。歩兵で、突撃だ。はい。中佐、私が戻って弾薬を、それに怪我して、快！
中佐閣下、八郎は多分夜に逃げたでしょう。バカ。中佐閣下、集合して追撃だ。必ず攻めせよ。中佐閣下、弾薬はそこについていますし、負傷者の治療や殉職した兵士も運送せれば今もう無理だ。中佐閣下、先に優秀者に撤退して弾薬と人員を補充して再び相当するんだ。中佐、やめない限りまだ機会があります。それより出血が。直ちに停滞せよ。はい、はい、报告首长，县大队奉命来到。辛苦了，首长辛苦。怎么样，部队安全转移了吗？报告司令员，全部撤出来了，伤员也安顿好了。驻地的乡亲们都安全转移了吗？报告政委，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了。坐。啊，谢谢。你们和分区独立团一营一连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，阻止和牵制了松田旅团的一路敌人，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突破了敌人对我们的三路合围。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三路合围，分区主力部队将全力对付东路的敌人，给松田大队在盘龙山布下口袋，一举吃下他们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新大队也申请加入战斗，配合主力部队行动。你看看，一听打仗坐不住了。你们还有你们的任务，迅速到小张庄一带休整，寻机袭扰敌人在无人区周边恢复的据点，继续破坏他们的通讯线路，让他们不得安宁。是，司令员特别交代，再给你们县大队拨一挺歪把子机枪，1000发子弹，100颗手榴弹。感谢首长的支持。怎么样，大队长同志，目前的形势非常险恶，有信心吗？保证完成拉锯战任务。关于榆树镇情报站的工作，你们要尽快开展行动，及时将掌握的情报报告分区。是。